大家好，我叫叶伟，英语的名字是 Ivo， 我是瑞士的，我在瑞士当管理顾问，我现在来昆明四个星期了，我非常喜欢几次的学校的老师，他们都很热情，然后我非常喜欢他们，他们很在乎我们对什么有兴趣，我们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，有什么要求，然后根据我们的情况，调整我们的课的内容啊，还行，因为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，比较容易留个小时注意，对，然后如果累的时候，他们快让我休息一下，换一个教的方法，那挺开心的，很方便的，很方便的，是一个楼可以有你的房间，有教室，有。可以吃的，都很方便，所以如果你希望很努力学中文，我觉得这里的条件挺好的，对，我是第一次来昆明，然后觉得昆明挺好玩的，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。然后旅游的时候，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可以去旅游，比如说上个周末我去看元阳的梯田，非常非常好看，非常开心。你会把寄宿学校推荐给你的朋友吗？当然可以给他们推荐。I recommend Keats to anyone.